今年的七月中元节啊，如果生意好的话呢，那就多烧一点纸钱给叔伯兄弟，拜一些鸡鸭猪肉啊，保佑子孙平安嘛。七月初一到三十，是我们华人祭拜祖先的日子。这时候要交代小孩们，出门不要太晚回家，最好五点之前就回来，衣服也要早点收进屋子里。这是以前长辈传下来的风俗。他是几年几月几日生？